来就包那个什么的是，包花生。拽泡好像不好了。拽可以省掉了。嗯，就是煎章比较麻烦了。煎刀不也付钱付完了吗？嗯，煎刀是笔袋。那就笔袋套装是吧？对，笔袋。哎，何老板，笔袋套装报咱们公司行不行？可以啊。报个2万块钱算了。嗯。哦。还有棉绒。